小宝，鼻子肉肉肉，搞什么嘞？睡觉，没想好，没梦想，没梦想，有很多。演员，哎，你觉得那个女孩好像就是属于你啊？电影里面看到那种，心里会怦然心动，因为你很想去接触她。我不是说相信一见钟情，但是我相信第一感觉，就是一见钟情说啊，你一定很喜欢那个女的。没有，我是日久生情的那种。唯独对爱情这方面，我比较太不主动了，太收敛了。我觉得我会是一个就比较暗恋女生，人都会害羞的嘛。以前像读书的时候，就是碰到一个女孩，就觉得每天可能看到她就是一种开心。我觉得这个也是一种爱情的享受吧。首先我觉得我挺不会自拍的，就自己拍自己啊，就特别别扭。别人给我拍，我觉得自己挺有感觉的。就我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，不是洗脸，不是刷牙，而是去吃饭。我是把饭吃完了之后才会去刷牙，才会去洗脸。零视频客户端全新上线。